你要开还是他吗？这样子。这样。发现神奇宝贝，是非常强烈的神奇宝贝。脖子，僵尸，是死亡的折射。没给你打。那如果我没打到就换你了。没事，对你先。看这球都坏掉了。你好，精神他怎么办？叫我把他穿掉。他平常不是很不注意身体。我不想要左右两边死掉。你知道。又出宝贝球，生存奖励。看下去，太重了。第一场是高级球，太夸张。抓了两只，成功突破五星级别的神奇宝贝了。选择小爱回去的神奇宝贝，神奇宝贝。那是因为右边左右两条一样。对。只要你都抛牌到。传送结束，取出缺的吧。